这个字，if 这个字，像结果，不是结果，结果是 result，加，这个是结果，这个是如果如果，如果对，如果如果不舒服，哎，就去医院，对，如果就。这个呢？这个，这个是，对，对对，愿意，愿意啊，对，这个呢，better，这个，更好，呵呵，nice，很棒，好，再看一下，哎，这个词语，这个词语，to check。Check body，检检查查，，yes，这个字呢，leap，这个字，这个字读什么？对，跳起来啊，他高兴的跳起来，非常开心，非常开心的意思啊，跳起来，好，这个字，这个字，这个字读什么？第四位，城对。市。是的，是的，城市，检查，对，这个你都会了，这一个，这个字，这个，neighbors，这个读什邻居，么？邻居，邻居，这个字呢，full，I'm full。这个饱，这个饿了，对吧？hungry 饿。这个呢，choice。这个读什么？this one。选择，对，选择，啧啧。对，对，择。是的，选择。OK，再看一下。这个字，clean，这个读什么？这个字，打扫耶。好，来开始学这个新的哈。这个 ask for leave，呵呵，这个字，这个的，请假。对，请假比如说下一次，next time。但是我今天要请假，老师，对吧？对，你说请假，可以了好，你是小丽，我是，你先来，肖经理，下个星期我可以请几天假吗？你有什么事？我的一个老朋友结婚，是的。我跟他2年没见了。你一共想请几天假？这个3天。3天，呵呵，OK，没问题请假，请几啊？请假还有请几天假请一天假、两天假请假，separate word。这个读一下这个词语爱好，，hobby 我的爱好，好对，你的爱好是什么？我是小同事小丽，那个高高的男人是你们公司的吗？你对他了解吗？我们过去是过去是邻居，邻居邻居，邻居，后来是大学同学，关系关系。一直关系一直，一直，这个还是，不错。对，很不错他一般喜欢做什么？他有很多爱好，唱歌、画画，唱歌、画画，
还有这个字是读诶，呵呵，这个打篮啊，啊踢踢啊踢踢足球对吧？踢球啊，to kick 啊，足球它是用脚的啊，是用踢啊，篮球用打，对，好，真的啊，那你介绍我们认识认识吧，哼哼哼，这个，谁现在他是我父母husband，家父。啊耶，厉害，呵呵，是的，好，这个字 decision 啊，这个，决定。决定啊，我决定啊，这是你的决定吗？决定，好，你先来，your first，最近我觉得哪道不舒服？对，哪都不舒服，带，带我去医院，去医院。你知道的，那什么检查？对对对，yes，检查吧。对对对，yes，哦，不用去医院，谁都有办法看好你的病。我问你，你多久没运动啦？我三年没运动了。3年没运动了，太胖了，谁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但是你吃饱了就睡，吃饱了就睡，为了那个是 health，为了，看呀，健康，health 健康啊，健康，对这个，为了健康，我更应该多，多锻炼，对，多锻，锻炼吧。是的，从明天起，我决定每天去跑步。长跑，跑步，跑步的跑，跑跑啊，长跑，就跑很长的 distance，很长的距离，长跑，步是这样写的，这是步，跑步，再看一下，这个词语 must，这个，对，必须，这个呢，这个呢，根据根据啊，对，根据，this one。对，什情么？况。对，有什么情况？什么情况？What happened？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了？什么情况？这个字呢？Curiosity，渴。这个字。我很渴，对，你，我我很渴。要饮料，对对对，yes。贤章，你的汉语，这个，你汉语很厉害，好，我来，你来读，你读来读到这里，你读到这里，你先来，动很重要，这个话，这谁都懂。对。但是你知道什么运动吗？第一，要先，第一要选择 choice，选择对，对的时间。动一半来做，
一般早上九点是最好的时间。嗯。冬天，冬天要再晚一下。嗯。第二，要先选择，要选择选择对的，对的地点。嗯。公园，住上。山上，on the mountain， 旅游，嗯，旅游馆，嗯，对吗？游泳，游泳，啊，游泳，游泳，旅游是这样写的，这个旅，对，这个是旅，旅游，这个是游泳馆，嗯，这些地方都可以运动。Yes， OK。第三，哎，必须根据自己的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字 ，health， 刚学健康。你，你 good at learning， 你记得很快啊。健康情况运动，如果你很久没爬山或者游泳了，运动一会儿就一定要休息休息。还要记得刚运动完口渴的时候千万不要喝水啊。好，再看一下啊。这个句子你读一下，这个句子，这个我正应该多锻炼了。耶。厉害啊。好，再看一下。比如说谁 do anybody， 什么 do whatever， anyhow， 这个 anywhere， 哪儿 do， 这些，什么 do， 谁 do， 怎么 do， 这些，都可以。对，它是表示 every， OK， 这个，比如说你喜欢什么菜，你用一下，你喜欢什么菜？我喜欢。我喜欢。比如说，什么菜都喜欢，你可以说什么菜都喜欢。什么菜都喜欢。对 whatever， 都喜欢，什么时候去看电影，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哪玩，什么哪儿都可以，哪儿都可以，这样对，是的，是这样用的，OK， 这个你再读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游泳，对，游泳。好，再看一下哈，这个呢 ，choice， 这个读什么？选择。对，选择 ，yes，yes， 选择。好，这个词语读什么？这个词语 ，this one。为了。对，为了啊，为了，这个呢 ，this one。请。请假，请假，对，请假，比如说我，我最近不舒服啊 ，not comfortable， 我要请假，你请几天假？我请七天假，七天，请假，后来，后来，这个呢？爱好，这个，冬天，对，冬天这个句子你读一下啊，下次你跟我说。上次你是老师我不舒服，我今天不上课，对吧？我想跟您。跟您。我想跟您。请假。对对对，请假。好，这个词。一共，这个呢？饱。饱，这个。
这个是邻呢？邻居。对，邻居啊，这个呢？邻居。这个是。快定。这个快呵呵不对哦。快定。这个是快。对，比如说快乐 ，happy。它是一个竖心旁，竖心旁表示 happy， 这个是决啊，决定，to decide， 决定，决定 decide 啊，决定，这个呢 ，this one， 办法，对，办法，method， 你有什么办法吗？对吧？你有办法吗？我看一下啊，这个第十个句子，明年你打算回国吗？这个，明年，你打算回国？我决定。我还没决定。耶、我还没决定。Yes， 好，这个句子。我的口语不太好，你帮我想想。想想。办法。对对对，你最好跟中国人聊聊天。好，来看一下这里。老师，你可以帮我。什么什么口语吗？什么口语？办法吗？帮我。也可以用办法啊。你可以说，你可以帮我。办法是一个 noun， 是一个名词。你可以帮我想。想办法。然后加一个 web， 提高 improve， 对吧？提高 improve， 这个学过哈、提高。提高办法，提高。对，你可以帮我想办法提高 improve spoken Chinese， speaking skill 提高汉语。这个呢，当然可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怎么样？都可以哦。都可以。这个是 interlocutory noun。flexible usage。碰到。你可以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都可以，anytime 都可以，是吧？什么时候都可以。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吧。好，这里 ，this one。快考试了。快考试了。你是应该。复习什么？准备。对对对，你准备，加个 compliment， 准备好了吧？对吧？你准备好了吧？快考试了，你准备好了吧？老师，我应该复习什么？这个应该说什么？你复习什么？还是不错。都耶。对的。都。你要复习什么呀？什么？都。什么？要复习。对。什么都要复习啊？好吧，那我都复习吧，是吧？好，这个。
去什么？去运动，运动，对吧？加个啊，重复一下啊，运动，运动吧，啊，可以吧？嗯。哇，我们出去运动运动吧。好，我去换衣服。我们去哪个公园？对，这个。神道可以。对对对 ，yes 啊，你可以说哪个公园哈？啊耶， yeah, 就是这样的。对，哪个公园哎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对，哪个公园都可以，随便啊。哎，我们还经常说随便，随便，对，随便就是都可以，随便。啊，什么时候开始啊？随便啊。都应该复习什么？随便，哪个公园啊？随便，你想吃什么？随便，好，对，都可以的意思啊。周末你打算做什么？我打算在家里做饭。做饭。这里像哎，你每个周末都打扫房间吗？这可能是在打算在家里打扫。对，打扫房间，在家里打扫打扫。我打算在家里打扫打扫。都可以。好，你每个星期都打扫吗？哎，打扫不一定。对，不一定。应该原来怎么说有空的时候对吧耶、yeah, nice 你还有加个如果 if 如果有空的时候如果有空就打扫对吧有空是的如果有空去打扫一下玄渣你汉语很好厉害好再看一下我感觉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吗不是的你学的越来越好对你学的越来越好这个词语读什么这个词语 this one 这个是 pay attention to 对对就是注意的对注意对注意第四声foreign pitch 对注意什么问题你注意一下 pay attention to 好看一下哈这个是读什么结婚这个请假这个有一个词叫婚假婚假结婚的时候要请的假对呀、请假还有病假嘛病假对就生病了然后请假病假对好再看一下这是这个单元再学一下第十八课来看一下我相信 I believe 我相信他们会同意的同意这个是 agree 同意好我马上把第一个词语这个词语读什么 this one 这个动物对动物动物see yes 这个呢你怎么国家对国家哪一个 A 对 A 这个呢同意B yes 对
OK，同意这个，相信。对，相信，对的啊，这个第什么？那个是读什么？对，奇奇怪，怪，对，strange，很奇怪，对，这个是 e，这个呢？This one。万是第对，10000，10,000一万，哎，thousand thousand，这个，奇怪是奇怪是 strange，很奇怪啊，strange，strange，很奇怪，不一样。special，好，这个是 one 对吧？这个呢？这个是读什么？这个，哎，千，哇哦，nice，好，这个字，这个读转转，什么？船，这个呢？迟到，迟到。你像那个，刚才你读的结果对吧？这个结结字。果，的 result，如果是如果是 if，不一样，结果，结果。对，好，其他的应该都会啊，OK，过了，好，这个是，向，towards，你向那里看，向那里看，哎，向我看，天天向我向向天天向上，对吧？呵呵呵，天天向上，天天，呵呵，day day up，是吧？对，哇，很厉害，你怎么知道？我知道这这个在那个我们的那个 classroom 里面，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对吧？呵呵，是的，好。我的老师，是说，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努力。对，amazing，那你太棒了，好，这个我是，我要真的很努力。很厉害。好，我是朋友啊，我先来。哎，老周啊，我打算买房子了，想向你借点钱，这点，我向你借点这点钱，没问题，只要我有，就一定会结果，这个。做给你的，就可以给你的，还差哎，多少？是的哈，这个字啊，这个字，这个是读借，接借，借钱借，都 borrow，借钱，sorry。借，对，借，你像那个错，对吧？错，for long what 这个是错，它是个这样的 radical，金字旁，这个是错，对，这个是借，borrow，借还有一个还，return，对，还钱，借钱，好，再看一下。借钱好，结束，还差多少？还差还差5万块钱。5块钱，好，前下午打给你，对，你打算在哪买房，房？对，买房。哎，你像那个 transfer 打钱哈，打钱。
就把钱转给你，我们要转钱给你，打钱给你，是那个在那个 transfer 送发送给你，打钱给你啊。好，就在我们医院前面，那你以后去医院就方便了。嗯，对，方便啦，对，啊，去医院方便。不，没什么意思啊。啊，这个字啊 ，mouth。嘴。嘴巴 ，mouth。对，这个呢？这个。断。一段时间 ，period。啊，一段时间。第一段。啊，对，那个 text 对吧？课文。第一段第二段厉害啊，时间一段时间啊也可以啊。好，我看一下，我是小明妈妈，你看那只狗。怎么了？你刚才说什么？嘴啊，对，嘴嘛，啊，还有口吗？闭嘴啊。哦，哇哦。Shut up， 对吧？闭嘴！哇，你这个汉语很好，你汉语很厉害。我看电影。哦，看电影。你也看电影了。好。我和你啊，懂一下。听得懂一些，对吧？你现在已经很厉害了。你再看一下，妈妈，你看那只狗多厉害，眼睛大大的，嘴小小的，我们买回去吧。这个是啊，不是，这个是 animal。动物，对，动物啊，动物和小孩，都什么？什么什么要人？都需要人照顾，照顾，都需要人照顾，买回家去，谁照顾他？对，谁照顾他？照顾。我照顾啊，我来照顾。这个。这段时间里，自己的衣服都没洗。对。你照顾。你照顾你。你能照顾他吗？你能照顾他吗？好他吗？ 对，照顾好他吗？只要，只要 only it， 只要，只要你给我买，我就能照顾他啊。只要啊，这个也要用啊，只要，只要你努力学习。你的汉语就会越来越好，只要啊，王林也好，感觉越来越难，是吗？你很难。我觉得你很厉害了。再看这个字，这个读什么？famous。那个读什么 ？This one。有名啊，对，有名的，有名 famous。好，再看一下，这个呢 ，about， 啊 ，regardless， 这个，关于这个事情啊，关于你，关于我，关于他，机会啊 ，opportunity 啊，好。你是经理 ，You're first。你先来。你先来。
这个是在一个 company 啊，应该是 interview 啊。哎，贤庄，你听得到我吗？Can you hear me？ 贤啊，对 ，OK。贤哲。喂。啊，这里 ，here， 这个。说说你。什么钱啊？来我们公司工作。哎，这个应该是在面试对吧？面试 interview。哦，贵公司不但有名，不但很有名，不但而且啊，那懂你把它握手。不但很有名，不但很有名，而且工作又环境又好。嗯，在这里。这个工作有点累啊。现在要经常去外地。你家人同意吗？只要啊，你只要我愿意啊，我相信他们就会同意的。好，那你明天来上班吧。关于这个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没有了。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会努力的。好，来看一下。这个机会。This opportunity 啊，这 chance。这个词，这个词读一下啊 ，feature， 特点，什么特点啊，特点，好，这个呢是 change， would， 这个奇怪，对，比如说，哇，你太奇怪了，你这个人很奇怪。奇怪的人啊，你是一个奇怪的人。哎，我看到一个奇怪的老头子，Alderman， 奇怪的人啊。好，我来读一下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啊，你会觉得什么都很新鲜。而且呢还会觉得有点奇怪啊，到你了。有些国家的人民写在行前面，有些国的人民写在行后面，对，是指经过一段时间就会慢慢就会慢慢习惯。越南的话是中国是一样的对吧？是那个姓这个 family name 是在前面的对吗？对呀、啊。对对对。哎，你的越南的名字怎么读的？我的。名读。对对对，名字怎么读？你的越南名字叫什么？哎，能听到吗？好像卡住了。你的越南的名字什么什么贤庄？李氏。哎，好像网络不好，等一下啊。喂，李氏。李氏贤庄。听不到，我听不到你的声音。你再说一下。李氏就是这一个吗？这是你的姓吧 ，family name。李氏，你在查的呢。你不用翻译，你直接读出你的越南名字。我就你们的名字我不会读。还有很多的姓阮的对吧？很多很多是吗？阮阮阮
什么什么什么，啊，对，很多，梨，你是梨是，软柿，我有好几个都是软柿，好，这个老师什么什么姓什么？我啊，我这个姓你应该不知道，这个周，周，对，我姓周，好，这个再看一下哈，叫什么什么？周黄林，这是我的名字，这个是 name，这个是 name，周黄林，这是我的名字，林，我的女儿是哦，也叫林对卢，吗？对，林，这个林好听嘛，对吧？Nice name，好，这个，这个句子你读一下啊，用"只要就"。这蛮重要的 sentence，这个你读一下这个句子，我只要喜欢，对，就一定会买。哎，只要喜欢我就一定会买啊。好，再看一下关于啊，关于这个哎，这个句子你读一下这个句子，这个 about。That's for，对，关，这个是读鱼哈，关机关啊于，对，关于，关于，关机关啊关鱼关鱼对，关关于这件，我们还没有还没有，哎，呵呵，我等着你呢。decide，这个是读啊？什么？决定，对，决定啊，yes，还有一个字，还有一个词语叫 to solve，这样写的 to solve 解决啊，这是决定，这个是。sorry，写反了，sorry，等一下，写在这里，解决 to solve，这个解，解，对，解决的解这决，个解决对，to solve，好，解决问题啊，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对吧？今天学的决定啊，解决，解决方对，解决办法，解决的办法，好，这个词语，这个词语啊，你记得吗？这个词语，热情。对，warm，enthusiastic，热情的，好，这个。这个字读什么？这个，这个，哎，不是礼物哦，animal，这个是礼，这个是，动物。animal，对，动物animal，越来越难了，是吧？好，这个第二个，儿子，国家，对，国家country 国家，这个第三个，的对，这个呢，像。像对，这个。这个是读，这里难一点啊，
对，而且，而且，也相当于而且，and，相当于 and，而且。further to explain，而且，比如说这个第四个句子，你读一下，第四个句子，而且，而且，这家饭馆不但菜很好吃，对，不但饭菜很好吃，选哪一个？而且啊。哎，对对对，而且是的，而且，哎，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嘿嘿嘿，环境，环境，环境，而且环境很好啊，呵呵，好，再看一下，这个记一下哈，环境，第一个这个词语，这个读什么？机会。对，机会，机会，opportunity，这个呢？同意，同意这个，对，一段，这一段，对吧？这个。关什么？关切，于，关于，关对于，关对，关于，关，于。as for about，这个第一最后一个，齐，齐，奇奇了，奇怪，奇怪，对，太奇怪了。Such change, amazing，那奇奇怪奇又怪，奇奇怪，怪，比如说这个，这个第八个句子，这什么什么文字的？真什么？桌子上的词典，哎，怎么不见了？What happened？词典什么不见了？真什么？换，真奇怪，对吧？这是对，so strange. What happened？我的词典，不见了。刚才马可拿走了，take away，拿走了。好。马可，是的。真奇怪啊！对，真奇怪呀，啊，这个呢？这个 this one，你给我介绍几个什几么什个？么中国万华的电影呢？你选哪一个？你选哪一个？伴侣。yes，可以了哈，yeah，nice，perfect，再来看一下这里，这一个，最近这最近这，五天，你总是迟到。最近，要哪一个 magic word？我写一下哈，看你有没有认得。对，一段时间，这最近这段时间，或者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这你怎么总是迟到呢？他也不选这个，对，但是呢，家太远了，太忙了。这个。你只要着急一点，只要就，只要就，你只要早一点就，就不会迟到。对，我知道，好，我什么什么我会什么什么情况，对，I believe。
believe. 我相信我会什么什么习惯的，我会，应该可能是慢慢的吧，我想我会很快习惯，哦，应该不能慢慢的。不能慢慢的，这个 boss 老板生气了，我会很快，呵呵啊，很快 ，quickly。我为什么不用？我用为什么不用慢慢的？哦，慢慢的老板会生气啊。嗯，你迟到啦，你总是迟到，这个老板这个 manager 经理生气啦，你要很快习惯。不能迟到，对吧？嗯，好，嗯，这个你喜欢看哪种电影？嗯，我就种，我主要是，看，只要是什么什么电影，只要是，看呢？你喜欢看什么电影呢？你喜欢看什么电影？正经。什么？正经干呀，正经干呀。啊，是他那个是那个演员的名字吗？啊，只要是什么什么电影，我就喜欢的，可以 OK。啊，我家有很多关于什么什么。关于中国的吧，好吧，中国的。中国的电影光盘，关于中国文化的节目，音乐的，音乐的，这个没关系啊。好，最后一个你读一下，这个太好了，你戒，哎，对，这个戒指啊，耶，记住了，呵呵，不是错，对吧？好，周末我们去哪玩？我们就去海上。应该用 if 吧，对吧？如果跟你天气好啊，天气好哦哦哦，对，好啊，好啊，然后这个什么什么太忙了，还记得吗？那个 a period。这一段对，这一段，对，这段，这一段都可以。这段时间太忙了，忙得没有锻炼了，没有什么，没有时间锻炼，对，没有时间或没有空都可以，对吧？没有空，经常爬山对身体好。好，最后一个，你还没吃饱啊？只要东西好吃。对对对，我就，我就吃不饱，一直想吃，吃不饱。你吃这么多东西，小心会什么什么？小心会。Become a fat cat。小心会变胖吧，对吧？吃太多会变胖。变胖。小心会变胖。变胖。对。好。这个问题，about as for， 这个记得吗？这个很重要。今天先学，今天先啊，哎，对对对 ，yes， yes， 厉害啊 ，yes，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担心，担心，对。
因为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对，哎啊、哦，变胖没关系，是吧？男朋友啊，还可以呀、说漂亮。这个放心了，她说她有男朋友了啊，就不怕变胖。好，今天很开心啊，我们就写到这里，我们下个星好，期见，周末愉快，happy，三一，周末愉星快，期一，星期二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再见。再见。